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一会大众唱诵莲花童子心咒。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 ，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而拜诸菩萨 ，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佛法金刚 ，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是平等一起手。恭请师尊接受众线上的众弟子问安。好，大哥，我爱你。好，爱你，师尊，愿师尊功德与安康。好，师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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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快乐，祝天大家吃，身体安康，恭喜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主持者及功德主表格。敬献哈达，与会大众虔诚合掌，请释莲武上师代表与会大众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金刚护摩法会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焰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法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做十无量观，观想行者自身的左手边有父亲及父系亲人。行者自身的右手边有母亲及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亲朋好友，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醒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唵瓦达拉旦诃诃吽，南无萨曼多摩多兰唵多罗多罗德维娑哈。念招请咒：唵啊吽娑哈，唵啊吽娑哈。唵啊吽娑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南无大白莲花童子，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大威德金刚，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大威德金刚，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大威德金刚，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五方五佛真佛宗八大本尊，不动明王四大天王，释迦菩萨，彩虹雷藏寺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金刚明王殿金刚护法神众，真佛密院坛城诸佛菩萨，西雅图雷藏寺坛城诸佛菩萨，南山雅舍坛城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山神、土地神、苗家神、风神、水神、火天神、龙神、十方空行护法神众，诚惶敬祖，放光加持，此次护摩。
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啊 Hom 观想地利，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Om 啊 Hom 观想地利，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Om 啊 Hom 观想地利，回天心善引，是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受结供养受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三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护摩祖尊大威德金刚，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刚、护法、龙天、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rva Tata Gata Ida Mu Guru Nana Mien Chana Ka Niniye Dayami。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归依咒：南无格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格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格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毗迦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唵波如来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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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波如来遮利。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转诸名加持。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临处结界，加持报名表格护摩木及供品。
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护摩火，供品下炉，演化西灾祈福增益敬爱超度手印，与会大众唱诵护摩主尊大威德金刚心咒。
Oh!
Yeah.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urnamo Dindolin Soha， Om Ha Ha Ha， 为什么也 Soha， Om 这里主的准提 Soha， Om 真巴拉查仁查拉耶 Soha， 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Om Ahom Guru Be Ahu Sasamaha Lien Sung Siddhi Hom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ja Samo Kyatehe Soha Namo 36万亿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Namo 36万亿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36万亿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深尊秘密祖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夜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中众弟子一心祈愿护摩主尊大威德金刚不畏金刚以慈悲清净的金刚火焰护佑圣尊体健气足心安泰百病不染无量寿资粮饱满无量福自在任运无量乐华光如来无量光一音演出万法义密法妙传度众生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总回向心静灵大威德金刚明王一心静灵大威德金刚明王一心静灵大威德金刚明王祈请金刚明王接引由民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大威德金刚明王降伏天子魔降伏烦恼魔降伏五蕴魔降伏死魔乐令身体健康
光明无尽，勒令习一切灾难，勒令争一切利益，勒令敬爱圆满，勒令降伏四魔。大威德金刚明王，天罗神，赛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皆能圆满。大威德金刚勒令瘟疫退散，病毒退散，疾病退散，灾难退散，厄运退散，恶言退散，恶念退散，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德努巴迪查遮祖美巴瓦苏多开云美巴瓦苏波开云美巴瓦安努拉多美巴瓦萨瓦西迪美波拉雅查萨瓦噶玛苏查美吉达摩苏里仁格罗吽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达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培吽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德努巴迪查遮祖美巴瓦苏多开云美巴瓦苏波开云美巴瓦安努拉多美巴瓦萨尔瓦和西迪美波拉雅查萨瓦噶玛苏查美吉达摩苏里仁格罗吽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培吽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德努巴迪查遮祖美巴瓦苏多开云美巴瓦苏波开云美巴瓦安努拉多美巴瓦萨尔瓦西迪美波拉雅查萨瓦噶玛苏查美吉达摩苏里仁格罗吽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培。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迪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迪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迪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主坛大威德金刚护摩法会。
请大家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的祖尊亚玛达嘎大威德金刚明王，师母丹真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网路上的同门，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心照感恩，爱死得了，谁人的？欧拉米国，格格罗姆乔，すごい，一级吧，気持ちいい，精明，雅痞，不灵不灵，こんにちは。啊，现在通知大家，下个礼拜天六月十一日下午3点 PM， 我们做高王观世音菩萨的护摩法会。这个高王观世音菩萨我以前讲过，是我第一次这个在玉皇宫住持他拿给我的一本经典，也不算是经典，就是几页而已啊，薄薄几页，就是高王观世音经，高王观世音经。那我就开始念诵，我可以这样子讲，自从念诵高王观世音经以后，这么多年来，你只要念一遍，就有感应，就有效应。它里面最重要就是有高王观世音经里面很多很重要的，几乎所有的佛他都包括了，像无量诸佛，就数不清的了啊。然后呢，还有无数的啊，菩萨
像八大菩萨念高王观经的时候，要请八大菩萨，就是观音、文殊、普贤、弥勒、地藏王、虚空藏、金刚手、除盖章、八大菩萨，然后还有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一个无量诸佛，就把所有的佛通通都称呼了。那我也把高王观世音菩萨这个解释了一遍。那高王观世音菩萨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而是在是一种在梦中一个梦受经，就是在做梦的时候有人指点他念这一本经，结果呢，他解除了很多的这个，解除了他本身的厄运。那到底是谁传授的？那居然就是维摩诘啊！居然就是维摩诘指示，然后传授的。那有一天晚上呢，维摩诘他会跟我讲，他说你现在可以放下了吗？我说我当然放下了。他说放下很简单，放下了，那你可以放下了，你可以，我现在呢，他用一个圆形的光，圆形的这个镜光，很强烈很强烈，放在我的面前。他说你只要把这个顶窍打开，你的眼神从你的心轮到了顶窍出去，进入我这个光里面，你就回到本地了，你什么都放下了，可以，你就这样子回到本地。那时候啊，我看见了以后，本来也想回到本地，但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临终嘛，是师母。因为他现在正在业障消除，在消他的业障的时候，我没有在旁边帮他，我回到本地比他快走，然后留他一个人在娑婆世界受苦受难。啊，佛亲呢刚刚有一个 baby 啊，如音，那佛亲还在照顾他
这个卢军、卢红，那很少有时间回来照顾这个师母。这个我讲了这个以后呢，中委会的这个连升上司跟我讲，我们中委会会照顾师母，意思好像是说你为什么没有走。你应该走了，我们中委会会照顾他的啦。其实师母照顾很困难，真的，哇，很辛苦。他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有睡，所以今天他没有办法来。当然也有同门照顾他，有同门去照顾他，但是他发生的大小事很多，大事小事不一定中委会都知道。我觉得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应该，虽然我如果走了我就等于是放弃了，当然是可以走了，但是有时候想想这个疑心难忍啊，所以还是留下来。我那天晚上心脏的跳动很厉害，蹦蹦蹦蹦蹦蹦，跳得好厉害，跳到这个，就是在那一天，哪一天晚上呢？就是在那一天，那个性宽啊，性宽啊，这个来帮我量血压、量这个血糖、量血压的那一天。他说 血糖降到很低，降到剩下六十几的那一天晚上，这个维摩诘出现圆镜光，叫我从这里出延伸进入圆镜光里面，出去我就不会再回来了，就回到本地，就回到莲花童子的本地。其实这也是很好，没有什么太大的病痛，说走就走，哇，还在人间受什么苦？但是还是为了说让师母再多看几年吧，多看几年。总之啊，他在受这个业障的报应啊，业报的时候啊，必须要身边有一个人啊，让他看看也好了，实际上帮忙也不多，我让他看看，他心理上也安慰，突然间走了，哇，这个人生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念高王观世音经对他也有帮助，每一次他不行的时候，我就是在车子上念高王观世音经念一遍，他就油不好，就转成好，
那碧燕法师有没有在这里？啊，我在车子上念《高王观世音经》，你有没有听到？那他上车的时候是上车都要人家扶的时候，没办法走路。但是我只要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他就变成能走路。而且每一次都这样。好，坐，请坐。是很神奇的哦，明明不能走路，抬他上车，我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念完到了西雅图的将士，他可以爬起来用跑的，每一次都这样。所以我不帮他念《高王观世音经》了，不行了。所以我每一次像他坐在车，毕彦坐在车子里面，他亲眼看到说，我们用抬着他上车子的，就下来他用跑的。这过程当中，我只是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而且《高王观世音经》我是每天要念，不知道要念多久，一样的，跟千烧法传一样，天天要做的。这《高王观世音》啊，非常的灵感，非常的灵感。他的手印呢，可以讲就是说法印吧。就是说法印，这个啊，不是说法印啊，转法轮，对，转法轮印啊，转法轮印也有结在这里，也有结在这里，转法轮印，转法轮印。那么高王观世音，我们就念七佛念灭罪真言 ：Om di bodhi bodhi kyo kyo de do ni de ni na de bi ni de mo kya de zhen qian de shuo ha， 就是这样子念哈。那高王观世音非常的庄严，这是维摩诘居士所传的《高王观世音经》。下个礼拜就是做高王观世音菩萨的父母。高王观世音菩萨非常的慈悲，那么今天做大威德金刚的护摩，其实这一尊非常的重要，他是宗喀巴的护法，宗喀巴的护法，那也是我的护法，也是我的护法。那山庄呢，中央那一尊也就是大威德金刚，这个啊，彩虹雷藏寺金刚明王殿中间的那一尊也就是大威德金刚，它的威力很大的，很大的威力。
什么魔都可以降服的，他是降阎魔尊亚玛达嘎，哦 ，Om 亚玛达嘎哄佩 ，Om 出力卡拉鲁帕哄看手哈，里面有阿弥陀佛，他是阿弥陀佛，跟文殊师利菩萨，跟这个阎魔法王。三身合一的，三身合一的大威德金刚明王，对，他可以降服死魔，啊，降服死魔，降服烦恼魔。啊，天子魔，还有病魔，跟五蕴魔，都可以降服的。当然，其他的这个小鬼，只要他一出现，没有一尊，没有一个可以抵挡的。他是部位金刚啊，部位金刚。也就是360度，360度，没有一个魔障，他不能够降服的。有一点小的遗憾，这一尊主起的人不多，很小的遗憾，这一尊主起大家都不认识，不认识他，其实他的威力最大，在护法当中他的威力最大。我在那个第一次跟他相应的时候，我是在中佛密院我自己的房间，大部分四大，它出现的时候，可以讲四大海水全部翻滚，全部翻滚滚动，有那么大的威力。讲个笑话吧，哈。就读高中的时候啊，喜欢一个女生。有一天呢，在楼梯口遇到她，便鼓起勇气，把口袋里的情书塞给了她，然后就赶快跑走了。回到教室后，心里呀、上下不安。过了两节课，心里想着，不知道他看了这个情书会有什么反应。他就摸一摸口袋，结果情书还在，啊，1000块钱没有了。太紧张了。小明联考失利，大学联考失利，就要去当兵了。新兵训练2个月以后，连里面进行比赛，比赛的项目是立正
谁站得最久，比赛整整了一整天，所有的战友纷纷倒下，只有小明呢坚持到底，立正一共站了12个小时，获得冠军。连长问小明：“哇，你厉害啊！你是怎么练出来的？”小明讲：“这要感谢我们的高中老师。”连长说：“是不是体育老师啊，让你锻炼一个好身体？”小明讲说：“不是的，我要感谢我的高中的班导师。我高中3年，我没有一天是坐在椅子上上课的，每一天都站着上课。”他是这样子练出来的。老师对小明讲：“你再不专心上课，我就要告诉你爸爸。”小明回答：“老师啊，其实我对你也不是很满意，可是我都没有跟你爸爸讲。”好，我们这个进入这个你问我答。哦，他问题很多哎，第一、第二、第三。好啦，大马弟子，马来西亚啊，大马弟子。莲花中梦想请教卢师尊关于无我及了义的问题。第一，师佛说过无我是成佛的大智慧，请问密教行者如何在修持方面知道自己已证得无我？密教弟子在修持方面知道自己已证得无我，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卢师尊在最近的孔雀明王法会解释不动明王的偈：“知我心者，即身成佛。”时开示讲：“行者能和空性合一，那是因为无我，那就能够显化你的佛性，达到即身成佛。”又卢师尊的第289文集的开悟的修持心法第6有提到，佛陀说要得到究竟成就，即是无我。师佛也曾经在佛学总说里说，阿罗汉能证到阿罗汉，是因为阿罗汉已证到无我。弟子的问题：为何大罗汉证到无我的大智慧，但却无法达到究竟成就而即身成佛呢？既然是已经无我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能够即身成佛呢？他的问题，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第三，卢师尊在190文集《无所谓的大智慧》里面有一篇《
佛法到底有多深里面提到，读大藏经发现一个大秘密，释迦牟尼佛最至高至深的心法，佛陀至涅槃也未说出，这是一件令我非常惊骇的一件事。请问卢师尊，无念、无我、无生华忍，合着释迦牟尼佛至高至深的心法有何不同呢？这是他第三个问题。哦，他的问题非常的深。师父讲过，无我是成佛的大智慧。请问密教行者如何在修持方面知道自己已证得无我？这个有谁会答？好，你讲讲看吧。其实麦克风。因为 你有时候讲了，大家听不到啊。顶礼师尊，我是试着回答。这个无念、无我、无生，就是师佛常常讲的。证得了真空智，是真空智的这个用语言去表达的。其实呢，这个只是一个文字上的分别，事实上它就是讲空性，就是真空智，是佛性。那么为什么有最高的智慧呢？佛，因为呢真空再加上佛的实力，它的方便智一起，它就成就了一切种智，这样子才可以称为佛。如果是空性，它不能有任何的作为，那就不是活佛。所以佛是对人来说才叫做佛，没有人就没有佛，它就是空性。这是我的回答。好，请坐，请坐。他是用三个字哈，第一个字就是根本字，第二个字就是分别字，就是方便了，第三个是两个合起来，就是一切种字。一个是空，一个是有。啊，这个既然不空，也不有，就是一切种子。空是根本智，有是分别智，不空也不有，又空又有。就是一切种子，你是用这样子来回答。我是觉得无我啊，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无我。因为人有烦恼，有执着，都是因为有这个我，才会有烦恼，才会有执着。这个行者如何在修持方面知道自己已证得无我？如果你没有烦恼了，
你也任何执着都没有了，那就是无我。请问各位，你们还有烦恼没有？刚刚我讲的那个就是烦恼。我讲这个，我没有进到的大圆净光里面。维摩诘问我：“你可以放下一切吗？”我说：“可以。”好，你现在就出元神，进入这个大圆净光之中，你就回到本地了。我转念一想，还有一个在消除业障的师母，所以我就没有进入净光。这个就是你毕竟还有烦恼，这个就不是无我。如果你当初的时候啊，我进入出了元神，进入这个大圆净光里面，回到本地了，我是真的放下一切，我没有烦恼，也不烦恼师母，也不烦恼任何人，什么都没有烦恼，也不稀罕任何一个东西。娑婆世界的所有一切东西都不稀罕，那个是真的是无我的。所以简单的讲，我是简单讲了，他讲的比较深了，这个空有，不空不有，又空又有，这个根本智、分别智跟一切种智。我讲的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执着了，因为你还有执着师母啊，就这不是无我。如果你任何事情都不执着，而且你任何烦恼都没有，没有烦恼，那你就是无我了。我是这样子讲啊，我回答是跟大家这样子讲，你觉得什么烦恼都没有，也没有人能够牵制我，我也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呢，你自己也不执着什么。这个所谓财、色、名，通通都没有，都不执着了，那个就是等于无我。我是这样子回答啊，莲花做梦。第二，他讲这个大阿罗汉，他在挑我的毛病呢。佛陀讲要得到究竟成就，即是无我。好，他在讲，在《佛学总说》里讲，阿罗汉能证到阿罗汉，是因为阿罗汉已证到无我。弟子的问题：为何大阿罗汉到无我的大智慧，但却无法达到究竟成就而寄生成佛呢？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啊，实在是很难讲。有的人讲，有一个人讲，就是在英国。英国，
哪一个人跟我去见到英国那个那是什么学校啊？他有一个佛学研究所，英国哪一个大学？我想不起是哪一个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佛教研究所的所长到台湾来找我，他跟我讲一句话：阿罗汉，大阿罗汉就是佛。我当时跟他讲，大阿罗汉怎么是佛呢？因为在四圣界，大阿罗汉那个是佛、菩萨、阎劫、阿罗汉，这四圣，自己有四圣。那你讲阿罗汉就是佛，就是那个研究所的佛学研究所的所长讲，大阿罗汉就是佛，是他讲。那我是讲说，应该不是吧？那牛津大学哈，牛津大学的这个佛教研究所的所长，他来跟我说，来找到我，然后跟我谈话。那一天我们是在那个哪个饭很有名的一个饭店，台湾很有名的饭店，很久了很久了，五星级饭店。那一天有谁跟我去啊？问一下那个看看啊，韩立凡有没有去？你有没有去？哦，你有在啊？就是那个高明禄师兄的那个饭店啊，师兄。高明禄师兄那个饭店我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我忘掉他的名字。我也是，英文叫做 Howard Johnson， 中文我也忘掉了。福华呀，我觉得应该是。哦，福华，福华饭店，台中福华饭店，在那里我们一起吃饭，然后跟我讨论佛法。对对，有在一起讨论佛法。我有没有写在书上啊？那个师尊，那个我们的记载里面是2019年4月20日，这个叫英国著名佛学教授叫做 Richard Gombrich， 理查·巩布里奇，跟姚玉霜教授。带他过来见师尊的，一起吃午餐。对对。理查·巩布里奇。好。他讲，大阿罗汉就是佛。那时候我跟他讲，这个佛，这个另外菩萨，还有一个阎劫。另外一个就是大阿罗汉，这是四圣嘛，啊，四圣的境界。他讲说，大阿罗汉就是佛，是他讲。我讲大阿罗汉已经证到无我，因为阿罗汉要成就阿罗汉，当然一定要无我。他是放弃一切的，他真的是放下一切的，他也不贪什么。你知道大阿罗汉修行很困难的，修行是非常困难的。他在吃方面，你说吃东西方面，他要先要观想那个所吃的东西呀，是
最难吃的铺，先把那些东西化了原来的东西，把它看成铺，要观想它成为铺，然后再把这个铺吃下去。这个是食啊，财，大阿罗汉不碰钱的。你不能用筷子夹，不用手拿，那规则就是你的手不能去碰到钱，所以财是没有的。你规定就是规定，他的戒律就手不能去碰到钱。那钱根本对他没有用，食物都是去化来的，连吃都要观想它是铺，那样才吃得下。财色根本不碰的，连花都不碰。你看《维摩诘经》里面就有了，那个花，那个散花天女散花，碰到大阿罗汉，那些修陀陀苦行的，那个花就粘在他身上，不粘在菩萨身上，花会掉下来。花都粘在他，花都不碰。按照佛陀的规矩，色不能碰，连花都不碰。色也没有了。民在深山修苦行，在岩洞里面修苦行，还有什么民？没有民的。那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财色名食睡，睡规矩，不能躺在床上睡呀、啊。休息只能够坐着休息呀、啊。你们现在有谁坐着睡觉的？睡着睡觉的举手。就是躺在床上睡觉的。有谁坐着睡觉的？我告诉你，不只是坐着睡觉，还站着睡觉。有一条绳子，你拉住绳子，拉住绳子站着睡觉，不准你坐下来睡，不准你卧下来睡，不准你躺下来睡，只准你拉住绳子，快倒的时候拉住绳子，不然你就站着睡吧。要练到站着睡，站着休息。所以他没有财，手不碰钱，没有色，连花都不碰。名拿什么名呢、啊、在深山里面，在森林里面拿什么名？还有什么名呢？食吃的就是布，化缘来的东西都要观想成为铺才吃的，不知道味道是什么。睡，站着睡，最起码你要坐着睡，没有卧床的，那你还要什么？没有了，那就是无我。大阿罗汉修行是这样子的，释迦牟尼佛规定的。你们哪一个坐着睡的？师尊是坐着睡，我坐在法座上睡。不
不过晚上还是有，还晚上回去还是躺着睡。今天没有人叫我，气死我了。那个我叫连奇上师跟我讲，我跟连奇上师讲，记得叫我。他说 他有敲门，但敲得比较小声。敲得小声，我怎么会醒？哎，我今天呢，今天来就迟到了，那不好意思了，这真的是。那看时间嘛，时间到了你就赶快闯进来，叫我这个，不叫我的。超过20分钟，哇！这样大阿罗汉是不是修到无我？我告诉你，大阿罗汉是修到无我了，修到空啦。为什么他没有成佛？因为他没有度众生啊，懂吗？他没有成佛，他因为他只修自己呀，自己成就了，成圣人了，但是他没有为众生想啊，他只为自己想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成佛嘛，就这个道理呀。他问我，大阿罗汉证到无我的大智慧，却无法达到究竟成就而寄生成佛。他没有办法有跟空合一呀，他只是修空，没有修我，所以他不能成佛。所以佛是一切种智的不空不有，又空又有，这个就是一切种智啊。他只有空，没有有啊。就是回答你，大阿罗汉虽然得到无我的大智慧，但却无法达到究竟成就而寄生成佛，就是因为他有空，没有有。这是回答你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佛法到底有多深呢？发现一个大秘密，释迦牟尼佛至高至深的心法，佛陀至涅槃也未说出，这是一件令我非常惊骇的一件事。请问卢师尊，无念，无念当然啊，无我，无生法忍，这和释迦牟尼佛至深至高的心法有什么不同呢？无我当然就无念，无我当然就无念，无念就是也可以讲无念无我无生法忍，这个是不动地，就是不会再动了，不会再退转。你证到了无我，证到了无念，就不会再退转了，当然是不同了。佛本身的心法，他是圆觉圆满觉悟的圣者，圆满觉悟究竟觉悟的圣者，就是佛究竟觉悟，它里面包含了有跟空，有跟空的，有何不同？包含了有跟空的，又有又空，又空又有，啊，不空不有，又有又空，这是心法，很大的至高的心法。那么无念无我无生法忍，几乎都是很接近的，这个是很比较接近的。跟你这样子讲，
大马弟子莲花中梦啊，这样你知道吗？这个《缘觉经》里面呢，《缘觉经》里面有提到这个他本身所问的问题。哇，5:06了，我再讲一下吧。诸人者，就是维摩诘对所有人的称呼。诸人者，此可幻厌当乐佛身。他说：“你们呐、啊，听到我讲这个人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是非常可厌恶的，很忧患的。这个身体是很忧患的，是很可厌的，不好的。”到了老的时候啊，这里痛那里痛，无处不痛，没有地方不痛的。一下子眼睛痛，一下子耳朵痛，一下子鼻子痛，一下子喉咙痛，一下子头痛，一下子脖子痛，这个颈椎、腰椎、髋骨啊、膝盖，哪里都痛，脚底还有脚气。你上一上飞机啊，这高跟鞋这个脱下来啊，让自己那个，然后坐到了地点，哇，高跟鞋穿不下去啊，两只手提着高跟鞋，赤着脚，脚气啊，脚气就肿起来了。没有地方不痛的，就是这个身体呀、啊、是忧患的，是可厌的，所以这个应该你们大家都要当乐佛身。当乐佛身就是要学佛法，教大家这个时候啊，唯一能够解除这个痛苦的方法，人的身体痛苦的方法，就是是学习佛法，得到佛的身体，法身就没有那么那个，像那个我看到的那个天女，她穿天衣，她不用洗的，她不发亮的。天人，她的脸非常有光彩。啊，它显现出来非常有光彩的，这身上的花它不会凋谢的，它不会枯萎的，它身体永远是干净的，不用洗澡，它就是干净的、清净的，它永远就是最美的，又有光。它想什么，想到哪里，一个念头他就到了，神通具足啊，神足通啊，天眼他想看什么，眼睛一打开他就看到了，看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天眼、天耳要听什么都可以听得到，他心谁在想什么我都知道，宿命三季一如啊，没有时间的啦，永恒，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三季一如啊，肉尽，没有烦恼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肉尽通，神足通，这个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什么都通的，
这个佛的身体就是这样子，最重要的肉尽啊，没有不知道的智慧，没有一点烦恼都没有，烦恼肉尽，一点烦恼都没有，自在任运，这个身是最好的，这是佛身。为什么呢？所以则何？为什么呢？佛身者即法身也，佛的身体就是法身啊，师尊有很多的法身，也有很多人接受到师尊的法身，那个啊，莲花含仪你看过师尊的法身吗？看过师尊的法身，那你知道师尊的法身24个小时都在你身边吗？你也看过很多佛菩萨的法身，然后给他那个，你看过师尊的法身吗？看过。你知道师尊的法身一直跟着你24小时吗？知道。好，那你也看过很多佛菩萨的法身吗？有看过。他就是证人。好，谢谢师尊。好，你请坐。其实在座当中哦，也有很多人看到我的法身的，也看过我的法身，在座当中也有很多人看过我的法身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讲佛身者即法身也，佛的身体也就是法身，他不是看，不只是看到师尊的法身，还可以看到佛的法身，所以他是信心非常的坚定，信心非常的坚定。他是，你是从那个台湾来的嘛？台湾台北，台湾台北，你现在是，你是台大兽医系毕业的是吗？对，台大兽医系毕业的，台湾大学兽医系毕业。他现在也是，你是也现在也是在那个兽医医院里面当医师是不是？对。OK， 好，好，谢谢你。谢谢师尊。所以佛身者就是法身，那个法身呢、啊，比我这个烂身体好多了。法身不坏，身体一定坏。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个身体真的是不好，很多毛病的。这法身是不会坏的，它永远存在。所以当然呢，维摩诘讲佛身者就是法身。我很不喜欢我自己这个身体，第一个太矮，气死我了。其实我也长得不错啊，对不对？相貌也马马虎虎啦，已经79了，79、80了，79、80了，79、80的，能够长这样已经麻麻得了啦。
妈妈得的，就是因为太矮，我很讨厌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大家在讲那个高高帅帅的？每一次讲都是高高帅帅的，为什么没有讲过矮矮帅帅的？气死我了！这身体，我还能不能长高？啊，我问很多医生啊，我还能不能长高？他说手术啊，怎么手术？骨头弄断，再把它接骨头上去啊，然后再给它培养这个那个肌肉，让它长出来。太痛苦了，这太痛苦了，做不到，害我现在都穿高跟鞋。不，这个不是高跟鞋，就这个登云鞋，爬在云上的鞋子，登云鞋，我已经穿很久了。我做这个登云鞋是我的弟子做的，在台中啊，这个中国医药学院里面一个专门做鞋子的医生，专门在帮助人家矫正脚的医生，啊，师母去见到他，然后帮我做这一双鞋子，然后这双鞋子，他说这个要做给谁穿呢？啊，做给师尊穿，那是弟子。他说那我一定做，师尊一定有一些遗憾。他怎么不懂得我身材？叫你做这样高，就是他是他特别做的，为我做的。说师尊穿这一双，那就会高一点，大概高个10公分吧。再磨一磨，现成8公分，可以增加10公分呢、啊。我以前最高的时候是163呢，很高了啦。最近去量说变成158，这骨节会缩会短下来哎。我操，这个身高哦，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说这个身体不好啊，你看过我的法身你就知道了，我的法身很高大的，法身很高大的，它要多高大就多高大，要变小就变小，变高就变高，它没有病的，不会有病的，也不会去看牙齿啊，还要去洗牙，3个月要洗牙一次。另外还有什么，身体要去 family doctor， 3个月就要去一次。我大概6月10几号又要去看我的 family doctor， doctor go， 我有三个医生，一个是管心脏的心脏科的 family doctor， 一个管肾脏的 family doctor。一个是真正的 family doctor， 3个 family doctor， 你看嘛，都要去看他们。所以这个身体不好，佛身、法身就非常好，他都不会生病的。那以后再讲，这个是佛身，这个法身是怎么样子出生的。怎么样子它会变成佛身跟法身。我现在虽然现在是一个人、啊、是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把我累坏了，这个身体不好，我也承认我这个身体不好，真的很多毛病，这个机器都快坏了，机器身体里面的机器都快坏了，但是法身就没有这些问题，而且它可以随时变化，非常光明，非常清净。
什么都知道，来无影去无踪，他可以一个不只是一个身，他可以一个变成千千万万的身，所以观世音菩萨有千百亿化身，就是这个佛身，就是这个法身，千百亿化身，这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看到世尊，千百亿化身，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你修行正到达一个境界都可以看得到。啊，昨天我妈妈带我去相亲，还一直看了两个小姐，一个是丰乳肥垫，丰乳肥垫，身材一流，可惜长相很抱歉，有龅牙，一笑我就受不了。另外一个脸蛋不错，算漂亮，可惜稍微胖。回到家一直很苦恼，哎，终身大事哎，心里好纠结呀、啊，一直在纠结。到第二天早上，我妈妈买菜回来跟我说，两个都不看，都看不上你。所以不用烦恼啊。有一个人讲，我刚买了一颗榴莲，打开竟然都臭了，那个老板呢，真是奸商。另外一个讲，别提了，我买了3公斤的莲藕，一半都是有洞的。这个说啊，我买了一瓶醋，打开一闻，全部都酸了。另外一个讲，你们都不，这都不算什么了，我买的椰子、啊、都进水了、啊。有一个大胖子、啊、问减重的老师，市面上有卖减肥的贴布，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啊？减肥贴布啊。现在市面上有在卖减肥贴布，有效吗？这个减重的老师跟他讲，要看贴在哪里。啊，这个胖子就问了，贴在哪里最有效？减重的老师讲，贴嘴巴。女生都很容易忘记自己把自己的华夹放在哪里，但他却能够记得7年前某一天下午3:40:16你讲过的话。我告诉你啊，师母现在什么都忘掉，但是呢，刚结婚的时候我对他讲的话他还记得。老师在台上讲课，小明跟小智在座位上叽叽喳喳的讲个没完。老师转过身，王小明、吴小智站起来，到前面来，不专心听课，在台下讲什么？你现在给我大声讲10遍，你在台下讲什么？他们两个就讲了。老师的裤子的拉链没有拉，跟我讲10遍。
昨天去参加选筹大赛，刚上台，主持人就给我轰下台。他讲对不起，我们不欢迎上届的冠军来参加选筹大赛。我们来边边后。非常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精彩宝贵的法语开示。恭请师尊带领一会师众弟子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恭请师尊移步到展示屏，接受众线上的众弟子感恩之心。谢谢师尊，谢谢众线上的同门，下周见，师尊下周见，大家下周见，谢谢。下周见，谢谢师尊，谢谢众线上的同门。师尊常说自在，常常佛。
师尊，谢谢师尊，谢谢众先生的同门，下周见。Still miss one receiver translator. Please return the translator receiver. 等一下我们灌顶的路线是从那个截然尊者那边的门口排队。我们会先让外面的人先进来，因为外面哈有太阳。如果要赶着，要比较时间，要赶着回家的话呢，你们会先到那个门外排队。等灌顶是在那个截然尊者那个门口的那一边排队。先他们外面站在外面的同门优先灌顶。等一下灌顶是从伽蓝尊者那一边进来，然后从韦陀菩萨那一边出去。我们工作人员会安排先从门外排队的人先进来，优先灌顶。如果在护摩殿的呢，要请先请门外的同门先优先灌顶。如果你们是要赶时间要先离开的话呢，可以到那个门口排队优先灌顶。恭请法王深尊莲生活佛持受大威德金刚法灌顶，含皈依灌顶。
Oh!
顶，还没有接受灌顶的义工同仁，请你们来接受灌顶。我们一起顶礼感恩，谢谢师尊。